获得本次比赛的冠军俱乐部，他们是。挑天杯黑坑争霸赛啊，沈阳站团队赛，四个队员参与这个第一给五千，我们就是正在参与来领奖嘛，我主要是领奖来了，低调点。燕杆啊，这次这个比赛燕杆，真是只允许明天指定是四米五。你们啊。我们是东北乐园沙家汇俱乐部，我们的口号是四兄弟就来砍我。 Nice。 比赛是明天啊，仪式化的东西已经走完了，那我们明天赛场见。低调，一定要低调，全是网红和各路网红大师带着他们的精英板子啊，我们是草台板的。向观众缓缓走来的是沈阳市渣渣会代表队啊，队长。来把耳开出来啊，四位队员的都给他开出来啊，他们是不让用闪炮，就是一个软黏，开了四斤料啊，一样加四斤料，一样加二十毫升。行，这个水比差不多了。这推来是给我摆下来行吗？一人一盆儿，得着你的。我的盆儿那个是我的吧？啊，把你这耳料好使。哎，等一下，最好使，特别下劲。你看，说着玩儿就说着玩儿。今天药酒拿的大点儿啊，今天药酒味儿大点儿。你要战颗粒就得打死一点，打一打。这状态不行吗？我一会儿到跟前儿就再打呗。对，对。Later。一号大鞭啊，我以为是在下风口的大鞭，没想到是在上风口这个大鞭，我感觉不一见得能那么理想。错了，整错了，你这刚才那么老多人围着这个主席台这个鞭，那你咋整？抽个鞭挺高兴，真不是什么好鞭，我以为下面的鞭。我们起手是一个，它线杆是四米五，然后只允许用四米五的杆，短杆不让用啊，短杆不让用，无极道啊，十二 H 十二点五 H 无极道四米五，二点五拉一点五，北方没有那么好意思。票价是五，他正常报名费是580，然后团体奖第一是5000，一天四元分，四元分。我的靠，干嘛玩儿？多到点好站。能加班了天杯东北教联俱乐部黑坑争霸赛。第一场比赛，准备。哎呦我操，还打枪？小天嘛，小天，对天来一枪。哎呦我，这么多鱼吗？哎，我说有点高了。哎呦我，有点高了，有点高了。两万斤，小两万斤鱼啊。现煮有点又小了。哎呦，人俩了！哎呦，我是结了！哎呦我，一个奥迪 A 六，杆儿是不是换座了？啊，杆儿是不是换座了？杆儿，是有点换座了，那鱼口杠杠的。哎呀，哎呀呀呀，上岸了！水面，啊。哎呦我操，对儿，哎，鱼不大啊，让口就打对儿，闹你们。天上传来了三声吆喝，人间摇扇屏幕拍桌，各位看官这小侧风，这小左风对我来说不好抛杆儿啊。到底一逗他不咬就得提。
那昆仑痴儿一情难分，谁曾想这一曲再度相逢。这江山风雨岁月三合，侠骨柔肠对了多少时间坎坷，本就是浮萍游子漂泊本无根，萍水相逢浪迹天涯多问，江山如画各懂一尘，住进了人间的多少苍生。那美女多娇爱看英雄，扫尽了江湖的血雨腥风，双手楼阁几经风霜，天涯有你一个黄粱，身份一下没进来两下，回首掏几年也下不去呀。这口鞋的叮当鞋，叮当鞋。哎，我钓这鱼这么小呢？哎呀，妈的，真见过呀！啊？长外啊！哎呀，到底长吗？这猴卖，我跟你说啊，这猴不卖。哎呦我操！走下一步下去。这鱼活力是真牛逼呀！嗯，注意耳型，它这鱼比较喜欢底节，到底没有口，逗两下就得上了，所以说一定要戳成一个小圆形的。细长条不行吗？细长条肯定不行，下的也快，对不？看这杆儿也不结啊。结。估计下半场鱼情不会这么好，这鱼换位了。对，好像是重新抽签换位了。这么多人了，还得还怎么命？我操，多费劲！一个小时嘛，他得撑鱼吧？第一阶段完事，不到一个小时够不够？当初我还是一个天真爱又爱哭的孩子。前两天手气用没了，今天手气来一来。终于才明白，只要全力以赴就从不失败。那要是拿到的话，一千两百五，回来点是吧？嗯。寻着起点，寻着世界就在眼。多少节呀？这鱼。受过伤，也流过了眼泪。九十几呀，四十多条不就一百斤了？一百斤马上提高了，你不容易啊！滚，滚，胳膊都酸了，没见没除了出了大棚以后没见过这么快的鱼。比那天重击那个鞭还快。嗯，比重击那天那个大鞭都快。搁这手上啊，差点108.4，一零八点四啊，一零八点四，二百多斤，108.4，哎呦我上岸了，下场还用钓吗你？收杆儿吧，重在参与，重在参与，上岸了你还钓啥呀？公斤呢？公斤。这个第一场的积分我们组的出来了啊。它的积分，它是积分制的，就是分越小，说明你排名越靠前。目前我在这组，我积了一个4分，闯积了个10分，就是第四；安哥积了个9分，就是第9；德子积了个5分，就是第5。就是我们目前都在这个自己所在区域里头是中上，或者是前，是吧？还是下第一场努努力啊，努努力。我们下半场啊，两个小时。在山区桥上的7号，啊，山区不是特别好，鱼情不是特别好，但主要
主要是打个小分。现在我们积三十分排第四，团队排第四，加油，进争取进前五，是不？现在我们暂时排第四，团队真争气啊！各路大师斩于马下，第一场，看第二场好好发挥的啊！哎呦，爱哭孩子，这咋站队了？刘贺南、何海滨，还有一个不什么玩意儿？咱们第四。不是第三就是第四。运动员、裁判员，请注意，龙家班、鸟天杯俱乐部黑坑争霸赛第二场，预备。没响，没响，响臭纸了。上钩一个，两人斗，下钩是小错。那我就感觉都生气了，上午这还不好出去，都几十个兄弟，能钓十条鱼，我们不能拉太多。我们一条是一条啊，我不飞了啊，慢慢溜了啊，慢慢溜了啊。一条多少钱？嗯，一条三块钱，值六块钱一条。你就心里喊，上一条六块，上一条六块，全揣兜了。对，下午全是挣的。上午都盘的好几次，是吧？好好溜啊，一条两条就拿分儿啊，这家伙，饭店门口啊。可得轻点溜啊！彩虹怕是那样的精彩。真的，我操！这下午这鱼可真不好钓，毛的。哎，咱哪回中午不走？哎呦，我上来了，哎呦，有两条鱼，我心里就有点底。五、四、三。二一，运动员请开杆。我们钓了三条，不要撸，不要撸了。左边两条，右边两条，就是我们现在赢压的人，看谁沉，看谁鱼沉。这个成绩啊，就是上第一场我们打三十分，第二场打三十一分，有点细。三分呢？有点细。啊，我是二二。第一场三十分是第几？我二二，太鸡巴狠。第四。今天真好，这下半场没想到，下半场。看看，走，去看看，去前面。我都不行，我胳膊都干抽筋了。我合计是老大哥撑死我。卖力了啊，卖力了，行不行？你们挺狠啊，主要咱第一。来，哎呦，我说一个知道的，咱们第一。真的呀，真的，我排着呢，钱咱排出来了。哎，第一是不是给点钱呢？五千块钱。哎，这会哥，会哥，会哥，还有奖杯。会哥因为啥？还有奖杯，还有杆子，还有钱。为啥能赢会哥？你说说呗。因为得着狠了啊，得着两场打了九分，床上也行啊，床上两场打了十二分。怎么的？我也就随便钓一钓，拿个二二，是不好意思有点。来，我们团队的 MVP。我也觉得别太认真，主要昨天打麻将有点猛。一年多呗，一年多，我俩不是起步的。刚钓一年多，安哥也钓了一年多。我正经钓一年多的，厉害！这队员选的太好了。行了，等着颁奖。随便钓。哎，有五千块钱，我听说啊。嗯，花了，分了。消费也讲究，辉哥说鱼货，鱼货大伙也分开，行。鱼货给我们分，最后钱都得他的，他给大家一转。然后我就跑路了，谁都来吗？是兄弟就来砍我，结果谁没砍动咱们啊？能不能来砍砍我？他们不是我们兄弟。哈哈哈哈哈！让我家人找那个。转眼间，一切都已改变。新的起点，新的世界就在眼前。受过伤，也流过了泪，为了梦想疯狂，这一次又怎样？好吧，骄傲的少年，一
界的旋律呢？世界里的谁呢？什么将来的谁？心里的歌我要再唱一遍。东北调研大家一定好的，谢谢咱啊。那接下来的话呢，我们要对于今天咱们战队的表现有什么？我们的队员表现得非常好啊，那是相当满意啊，挺厉害，我们的队员非常好。但是队长，我们队长稍微有点背分了，今天感谢我的三个队员发挥相当出色，这就叫团队，团队精神。 对，团队精神，团队精神。我失误的大伙给我背回来。那你觉得在这个比赛当中咱们赢在了哪个地方呢？首先我们可能是作为本地人，对这个舆情还是能稍微要了解一些，然后就是我们各个队员整体表现都非常稳定，主要是赢在我们表现非常稳定。谢谢。好。